这把路易斯安娜其实是展现它的一个点亮的特性啊，或功能。因为我的路易斯安娜本身也是打一个辅助啊，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路易斯安娜打出来的伤害都不是很高，都不是很高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一样先看一下阵容啊。对面的话，一个蒙大拿，一个史蒂芬和一个乌比，还有一个圣马丁和这个啥鬼东西，塞瓦斯托波尔马索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一个巴岛、福岛不是巴岛，福岛和圣文森的斯大林、那不勒斯和这波。那我们先判断一下对面的那一个对我们有威胁的船啊，对我们有威胁的船其实就是一个蒙大拿，近距离蒙大拿和塞瓦斯托波尔嘛。塞瓦斯托波尔不太确定啊，因为塞瓦斯托波尔他本身的那一个火力输出很低，不高。然后一样啊，一样。发挥我们的左侧装甲优势，往 A 点走。其实 B 点啊 ，B 点，其实这张图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 B 点两点的话很近，很近，很近的话，我如果走 B 点的话，我右侧的这个弱势啊会无限的放大，因为距离近，距离近我也没办法说调整角度去让我的左侧对敌。那我这边的话就干脆想着说往那一个边线上拉，往这个边线上拉，而且 Z52 的话。要去抢 A 点，抢 A 点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用飞机去支援一下他嘛。好，加速，等到飞机出来，对面一个蒙大拿亮的。蒙大拿的话，中远距离有威胁，侧面的时候蒙大拿的威胁性其实还挺大的，因为蒙大拿的船体是怕蒙大拿的炮的。蒙大拿的船体是怕蒙大拿的炮。哎呀，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他外切了。哎，圣文森的，不对，圣马丁是吧？圣马丁亮了之后。可能细点啊，可能细点是一个马索站的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发现我们家的那不勒斯拉烟了？你说他为什么要在正点的时候拉烟？对吧？那肯定是他亮了嘛，肯定是他亮了他才会拉烟。那说明说马索可能是在细点的，可能是在细点，而且我们 A 点也很容易的站下来了，就根据这几样对吧？情报。可以判断出，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出，大概对面的马索应该是在 C 点，不在 A 点，不在 A 点。那这边飞机好了，我为什么不用？其实我就是发现，我可以对圣马丁的进行一度输出。很多时候飞机不要急着用，对吧？飞机不要急着用，有时候你要自己去判断，对吧？什么时候用飞机，什么时候用主炮？那判断基准就是，你觉得用主炮的输出效率高的时候，你就用主炮。如果你觉得飞机的输出效率高的时候，你就用飞机，因为每个人的操作能力和对吧认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也不能说一定要用主炮或一定要用飞机啊，你们这种就要自己去判断。你觉得飞机输出效率高，那你就用飞机嘛，我肯定是不会反对的，反正每个人对吧，人与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那这边我用不用对吧，不用飞机的一个问题是，对面的你看对面的史蒂芬有大侧面。而且还18公里的情况下，用飞机的效率对我来说是低了很多，低了很多。然后你看对面的圣马丁出来了之后，看情况吧。圣马丁跑了之后，我们 A 点就可以牢牢站住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转场？但这边的话有一个意外啊，有一个意外就是对面的圣马丁被我们的圣文森特打出了两个核心吧。那你说我们作为路易斯安娜应该怎么办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落井下石。说难听一点就是落井下石，说好听一点叫做扩大战果，抓住机会扩大战果。就路易斯安娜真的干的就是这种活，你知道吧？有时候突破口不是在他身上，而是通过他的侦查，对吧？侦查，然后让队友去输出，然后来撕开一个口子，然后路易斯安娜再把这个口子，对吧？去不断的拉大，就是扩大战果。你看这圣马丁，对吧？他有一个坏处，圣马丁有一个坏处就是他的那一个外圈防空外圈有 6.9。但是他的防空外圈的秒伤又很低，应该说不高，100多。然后你再看一下啊，你再看一下我们家的圣文森特再往前开，就是距离这一个圣马丁，对吧？圣马丁距离其实还挺近的，对吧？挺近的。然后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一个
点亮去判断，去判断对面的圣马丁，或者说我们家的圣文森特能不能对这个圣马丁造成威胁，或者能不能打死他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发现你一直点亮的时候，这个圣马丁不会死，那你就不要再点亮了，或者说点亮到他脱离，对吧？脱离一个战斗区域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追了，知道吗？就不要再追了。啊，这边的话很运气很好，对吧？对面的圣马丁也被我恶心到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就是路易斯安娜的一个功能之一，就是辅助性特别强。如果这把没有圣马丁的情况下，没有那个路易斯安娜的情况下，你说那个圣马丁会死？不会啊，被圣文森特打出了一颗核心，两颗核心残血之后，他灭点了，他就跑掉了。但是就是有一位有这个路易斯安娜这逼仔，对吧？给他头上画对吧？画傻逼两字，他跑不掉。就算跑掉的话，他要跑很远，也就是跑很远的话，他会拉出一个战斗距离。就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一个战场去做一个输出啊。这边看完之后，我们换一个目标，对吧？换一个目标，我们路易斯安娜做的事就是能先杀谁就杀谁，落井下石，对吧？这史蒂芬死了呀，这史蒂芬这位置死了呀。就算好吧，就算我们讲那普勒斯没出来，我一个路易斯安娜96000的血，他拿什么来打我？对吧？他拿什么来打我？这个那不认识的话算，也不能说半送，对吧？也不能说半送，可能的话，那个十一分有水晶嘛？有水晶，他不出去的话，他一旦水晶好了，他也得死。他这边出去的话，无可厚非啊，无可厚非。然后看一下，判断一下，你下一个目标要打谁？我这边判断的是先打这一个谁？那个无比啊，无比，因为。这个马索也不知道在哪里啊，马索也不知道在哪里，而且马索的话处理起来不是很好，就效率不高。那蒙大拿肯定不用考虑，因为蒙大拿已经在拖刀的情况下，我们主炮是根本对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，对吧？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无比和这个谁，对吧？塞瓦斯托波尔。就而且你要知道，就是他在推嘛，我们就想办法让他去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副炮圈啊，反正用主炮副炮而已，飞机把他打死就行了。至于塞瓦斯突破，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威胁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们麦克头他应该是打不了我多少血的，应该是打不了我太多血量。先把这一个无比给干死，对吧？先把这无比给干死，问题就不大了，对吧？干就完事了。至于这个。无比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把侧面路给我？我觉得应该是跟那一个我们家的那个谁，我们家的那个斯大林有关，斯大林有关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我应该是要减速的，我其实应该是要减速的，但是我还在往前开，就不太对啊，不太对。这边一定要保持距离，把这一个对吧，把它对吧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，让它不要撞到我。让他不要撞到我。这边摆个角度的话，应该是不会出，应该会出核心吧？六公里会出了。哎，380的那一个存身不是很低啊，而且我这边打的位置不对。塞瓦斯托波尔的话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存斗核心很大，虽然说他的核心区低啊，核心区低，但是他的那一个核心投影面积比较大，特别是像存头这边的话。要怎么投啊？其实投的是一个大概他就哎呀，就再往下压一点。我其实要再往下压一点，但是我打的是他的上层，但问题不大。其实就算这一波斯大林没把他打死的情况下，我尾炮应该是开得出来的，但是比较危险，所以说最好是保持在七八公里九公里左右停存啊。如果对面在推的话，你就停存；如果对面想拖刀的话，你就往前开嘛。对，就你要想办法把它保持在对面既撞不到你啊，然后你的副炮又可以发挥的一个距离上。啊，这边只剩下一个蒙大拿，对吧？只剩下一个蒙大拿的话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蒙大拿在近距离的时候跟路易斯安娜打，路易斯安娜会有多吃亏啊？这边对吧？他一个26000，我一个76000的
血量对吧？我然后我被拿掉了一个6000的血量，大概差了多少？差了不多啊。然后炸一轮12000对吧？然后门大拿开始奶了，是不是？门大拿开始奶了，你说我要掉多少血？你说我开始要掉多少血？他一轮18000对吧？一轮18000。很多时候我为什么敢对吧？敢骑射的原因在于我知道对面的战列舰对吧？在我骑射角是无法造成很大的伤害的，但是门大拿就不一样，我感觉开门大拿的人都比较会闻，你知道吧？比较会闻，我只要摆个骑射角，他打我一轮就是10000多、10000多、20000多、20000多的蓝。你看这边又出核心了，我就直接被打掉了40000血，对吧？他20000血去混我40000血，我是不是很亏？我是不是很亏啊？所以我很多时候，我打到现在之后，我发现这跟门大拿打近战真的除了麦头减少伤害之外，我觉得白嫖都肯定是就不太推荐的。